这么一大早叫我们来排队，是不是有话跟我们说呀？我跟山木正式分手了。我定位到路口，我们走出去吧。好好好，我打包跟你一起走。你就没有想跟我说的吗？现在跟你说有什么用？谁知道你和不和好了？对啊，如果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，将来就会成为呈堂证供。一方面会得罪山木，另一方面呢，你又会和我们挑拨离间。我不会和好了，我下定决心了。别这么说，你现在想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说，说明你根本没有想法。那怎么样才能相信我啊？等你下一任出现的时候。